来这一大早上这一锅，哎呀，我靠，我靠，哎我去，吓我一跳了，这家伙抓拉的挺实啊，去下去吧。哎呦，还没发现呢，这玩意儿还弄个鲍鱼，他们俩搞对象吗？这你俩还搞不成对象啊，瞎搞对象。是吧，哎呦，这是绿贝，你知道吧？就从这边，哎呀，刚刚说那个鲍鱼跟你搞对象，这边还有个生蚝跟他搞对象，你咋这么火呢，大哥？我谁都想跟你搞对象呢。哎呀，这是那个，哎呦，这跟尿了似的呢，这，看着吧，哎，这就是那个，这是个公的。这不是个母的，要是母的话，里面它都带那种黄。哎，好，开上锅盖，给个双击，其他的不要，行不行？就小红心戳两下屏幕。干，这一锅熟的，哎呦我操！哎，要哭了都。这么大一个，就这么点，看到没有？不是说就这么点都还能吃。他关键吃的话，他就只能吃这一点儿，还有这一块儿，你知道吧？然后剩下这一块儿，捞不着吃的，多可惜呀！这么大个东西，是不是？老重了，这东西，就好像是你去。买个大榴莲都吃那么点，外面那个都扔掉啊。好可惜的，是不是？哎，这海参看起来跟个小虫子似的，是不是？我一会儿再收拾它。哇塞，这家伙大不怕拍，薄荷。这一坨看到没有？哇塞，这一坨大米，这坨大米才牛了。看到没？塌了，高蛋白，营养，鲍鱼、鱼翅、海参，那鲍鱼，这些营养东西全让我吃了。不知道身体能不能受得了。喜不想吃海参？这里面它有内脏，有构造的，看到没有？不过它那里面已经让我给去掉了。什么肉？我绝对不舍得吃，肯定的，对吧？我们吃扇贝肉，你关注我，我让你吃论斤的，你信不信？要不你借一个关注给我也行，我肯定让你吃到
吃扇贝肉，哎，来个大蒜，爆炒，爆炒，嗯，包饺子，包包子，哇，我很喜欢扇贝肉，这是那个鲍鱼，这家伙可是个好东西。